我觉得家应该要更友善。其实我希望我的设计好是帮人们解决问题，这也是我设计的一个灵感主要的来源。所以除了美学之外，我觉得生活是这个空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少的去关注到长者所谓的居住品质这一块，那我一直很想把这件事情给做好。那我们也同时知道，其实长者的居家安全要求是最高的，所以我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想象他们在这个空间未来会碰到所有的大大小小事情，并且透过设计的方式去帮他们一一的解决掉。那如果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他这个房子就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全龄的一个体贴安全宅。其实这个房子好设计最大的重点其实是尊严。那所以我在这个空间想打造一个自在，然后能够在这个空间自立生活，然后同时有尊严的一个空间。门口进来的这个斜坡，好，那它其实是符合所谓法规建议的1:12的一个斜坡。那完成之后，我自己亲自用轮椅来试过、体验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就能够上来的一个斜坡。那就像这边的安全的这个扶手设计，不是只是一个一般的扶手这样的一个冰冷，在满足使用需求之外，我们同时把美学这件事加进去，让这样的一个扶手不是只是一个冰冷的一个物件，而是能够体贴使用者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设计。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就是起床的那个时候，那我们在房间的地板的设计加入了一个地暖，那其实就让长者在冬天起床的时候脚一下来接触的时候就是一个温暖的地板，那就可以减少很多身体的状况的产生。那像浴室的话，我们有设计一个所谓的鸟叫声的一个体贴的规划。那比如说像长者半夜迷迷糊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那其实鸟叫声就是一个提醒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情境的一个转换。那像浴室所谓体贴安全的设计，像入口就是一个零高度落差的一个设计，让所谓长者轻易的就可以进出。第二个就是开门式的浴缸，可以让使用者能够轻易的进出。第三个就是像洗台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是一个退缩的设计，可以让长者有使用轮椅的时候的需求，他可以轻易的使用跟靠近。关于居家清洁这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一些友善的设计，可以让居住者减少很多清洁上的负担，去真正的去过生活。室内有很多设计就是透过线槽的方式，可以让这些线材不乱漏。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安全以外，它也是一个减少清洁负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像在室内空间的话，其实我们在窗台那边会加一块玻璃，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在空间落成最大的地方其实就在窗台的台板上，那我们加了这块玻璃，可以让未来在居住这个长时间的落成的清洁可以减少很多清洁上的负担。还有就是像浴室的台面，那我们比较会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些浴室的瓶瓶罐罐，它可以放在我们所设计的大理石的台面，而不要去用传统的这种所谓金属栏架，可以减少很多清洁死角的一些清洁负担的工作。其实我们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简单轻松的过生活，花最少的时间去整理房子，把那个省下来的时间真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长者他如果在这空间是坐轮椅的，他没办法拿到一般正常高度的衣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油压的吊衣杆，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补助的设计，可以轻易拿到比较吊在上面的衣物。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餐水柜的设计，透过一个拉门，我们常常讲说那是一个一分钟见客的一个设计。客人如果说按电铃，我只要把门一带上，家里就可以维持很简单整齐的一个状态。长者他在年纪渐长的时候，他服用的药品的种类跟项目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设计，就是将不同时间所需要服用的药品做分门别列的一个分类跟管理。透过这样一个好的设计，它可以让长者可以简单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像这个室内所有空间的东西，我们会考虑到轮椅能够轻松的通过，也是法规规定90公分至少的一个通道。那像在主要在厨房跟浴室需要回转的空间，我们也预留了法规建议的120公分，让这两个空间的轮椅的操作可以自然轻松的回转。那像在厨房的设计，我们有设计了所谓的感应式的龙头，让使用者轻松的去使用。然后也有下柜像浴室一样退缩，也是让考虑到使用轮椅的这个长者可以轻松的靠近跟使用。在厨房的吊柜，它有一个升降的设计，透过一个简单的控制，它可以让不好拿取的吊柜的东西都能够轻松的降下来，让长辈很简单的去拿取。那其实未来的生活一定是跟智能跟科技是密不可分的。那其实一般的智能控制系统，那我们都知道是能够控制灯光跟音响。那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设计能够提供更直觉的一个操控的方式。就像这个空间的电铃设计，一般就是一个铃声，可是我们除了铃声之外，也提供了一个灯光的一个选项，让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需求满足的可能性。那就像在炉火的设计上，那我们会提供一个温馨的提醒，那常常可以避免长者出门的时候他忘了有关炉火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考虑到长者独居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做一个红外线的一个侦测器，配合长者的一个作息的时间，如果在他该起床的时候没有侦测到长者在这空间活动的迹象，他就会发出一个讯息给他的家人或亲朋好友，可以知道他的状况是否需要提供适时的协助。其实透过这些的设计，可以让自己生活更安全，尤其可以让关心自己的家人透过这些所谓的网络的连线还有物联的概念可以随时保持连线。那这些所有的设计就是让这个房子能够变成安全又体贴健康的住宅。其实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我也随时在发现生活中不合理不体贴的部分，透过设计的方式来去解决它，把这些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把汇整成我自己的 SOP， 不能只凭印象，然后把这些东西也做一个传承。因为 SOP 它需要很精准的去落实，才可以把每一个房子做到最好，所以我一直养成一个习惯，自己亲自到现场去丈量去监工，然后也透过设计把我这些好的想法也分享给我所有的屋主的朋友，放在他们的家里的设计之中。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打造一个健康安全的住宅。其实当生活惬意自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归单纯，然后让这个空间友善，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